讲你是对了。你敢知影讲，你若是承认讲你是对了，你就是阮六家万寿人的囝。你敢知影我会杀你？啊，我苦，为着阮爸兄，我就是会死，也袂用你承认讲我是韩玲。六姑娘，我确实是对了。如果你若是认为我要杀我，那你好啊，我给你杀。你出手啊！你确实是对了。嗯。柳姑娘，你莫哭啊！我带要你杀你，我杀我袂落手。我看你艰苦到安尼，我知你真关心我。无我，我规气甲你讲讲的啦。我确实是韩玲啦。你即摆已经承认了吼？那你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你是不是皇亲国戚？哎呀，我两个只是跟他生作真共面而已。我哪有那么福气，有什么皇亲国戚的朋友跟兄弟呢？我只是一个孤儿而已啦。韩大哥，你说你是一个孤儿，那呢，你想怎来时常跟他去吃斗阵？你是不是会当将你的过去拢讲我听？讲起来话头重，是安尼啦。在我细汉的时阵，我甲阮阿母住伫一间真破真破的草帽内，阮真善，生活过真困难。有一天，阮阿娘破病真严重，又搁无钱让我去请大夫。可是阿娘若离开你，你爱照顾你家己，知影无？无爱啦，阿娘，我无爱你离开我啦，你要去倒位，我嘛要去啦。讲囡仔呢，你要来伊带阿娘去。阿娘。阿哥，阿娘有话来跟你讲。好啦，你跟你讲啦。其实，你不是阿娘生的。阿娘，你跟我骗，我不相信，我是你生的。你是阿娘捡回来生的。阿娘，你听阿娘讲，伫个十几年前，我去普渡时一年，要回来时阵，我伫个树叶边，听到囡仔哭。我伫个遐等，足久足久个，拢无人来找囡仔，我着将你抱转来抚养。迄个囡仔就是你，阿娘。你讲的那是真实的，我真是我阿爹，你阿在倒位啦？我嘛不知影，
当时在那个身躯的拢找无什么物件，纪念你的心思，你会把伊收我好，好啦，你会照顾你家己，是爸娘，阿娘袂当，袂当好你，阿娘，阿娘，阿娘。好啦，你吃啦。
啊，无路我大要食，就先来买一个好海的食。我带因转来买遐食啦。行。哇。我唔才甲遐乞食兄弟结缘，甲因斗阵去甲人分。有时阵，我若看到讲有钱人伫咧欺负善良人，我实在是足不服的。所以，阮大家拢想着去偷摕有钱人帮忙善良人。韩大哥，啊，你这身的功夫是对对学来的？我的功夫，也拄甲遐乞食熟识无偌久。后来去撞到阮师傅，阮师傅认为讲我这个人中等硬气，爱打抱不平。但是我如果软脚下无功夫，伊毋则把我收起来做徒弟。韩大哥，啊，恁师傅到底什么所在？啊，你问遐济是要创啥？你也是想要去拜做师傅功夫哟？不是啦，我是想讲，恁师傅失孙也是。住这个所在无讲真远，咱来去找你的师傅，会当来以你的相分啊。哎、欸，啊你无怪我煞袂记哩，阮师傅是上好共医生的，行行行，咱即个赶紧来去。哎呀，你看你啦，咱个囡仔同款，家己都袂晓照顾你家己，干嘛听啦？你咪听。爽快，爽快，实在是有影爽快啊！真好，真好。秦总管，你放心，若是我烦某人交代人做的代志，我一向是袂失信的。元娘，不是讲我哦，秦总管安尼记钱就眼开了，自个人缘。人为财死，啊鸟为食亡，看有影无？你唔免阁讲，我知。安总，赞，来来干干。哎，我娘。要有什么代志要烦你？我交代讲，你家己方群主讲伊方也袂见伫上好的，你敢有闲讲？啊，这早我都家己方群主讲啊。嗯，哪里讲安怎？叫马家啊，讲什么我袂讲。马得好，马得好啊！马弟，哦，范娘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唔免问阿姐，我搁再一个代志，予你去替我做。哦。哦。奇怪，我已经四天，但是一摆消息都无。咱等在这，也无要管啦。韩公主一定有重要的代志，啊，若无，伊袂甲咱放在这，袂插咱啊。而且老哥嘛伫咧附近，小郡主，你放心啦。啊，出门，啊无，我来去行城行一转，飞日半工就转来啊。小郡主，韩公主要走的时阵，伊有再三甲咱交代过，袂用你乌白走，才袂发生意外啊。聪明，你是讲，伊是韩公主，唔是凤爷？好，
王爷，伊毋是迄个了哥的干涉惹去啊。春梅，唔准你安尼乌白讲啦。小公主，你莫阁心烦啊，我后摆袂乌白讲话啊啦。小公主，无你等下歇睏一下，我出来看卖下咧。这不是林王府的人，哪会走来这嘞？啥啥？嘿，各位大爷，是真实的，真实的。今日小店内有一挂代志吼，恁食的物件算我的，林刚过来，拍者拍者，拍者吼，拍者，谢谢谢谢，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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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多谢多谢。我就这样。大人，公主，你过来。春梅，你也真好胆，敢去你有小公主收住礼物？来啊，坐下起来。公主，公主。春梅，你也真好胆，敢去你有小公主收住礼物？来啊，坐下起来。公主，公主，春梅。红姐，原来是红姐。你敢要搁会认得我这个红姐？我小公主，红姐，你是安那无缘无故，奈抓春梅呢？也引诱你收住礼物，罪不可赦。当然，奈抓倒转来，只会当当处罚。红姐，你付出以后是我本意。你何必出还来春梅？
是恢复啦。老娘在这等你，你怎？娘家。娘。好。小鬼子，小鬼子。欧爷，欧爷，哇，穆萨萨，穆萨萨哦，这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啊，小君主叫那龙虎的人带倒转去啊嘞。